婚三年了，还去见你前女友干嘛？我也就是朋友当中聊聊天，说实话我没有。结婚五年的时间还忘不掉你的前女友，你觉得是负责任吗？而且再话说回来，你现在想当爹，你有做过任何做爸爸的准备吗？好，这些都不说，最重要是你没有一个做爸爸的态度。不是他不给你生，也不是说他不想生的问题，最重要是你这儿的态度。你说跟那些女生聊微信开玩笑，你用三个字开玩笑，那我告诉你，婚姻也会跟你开玩笑。你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对方，你就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。如果你要是想要孩子的话，要先端正你自己做丈夫的责任，不要把女人当作生孩子的机器。当然结婚是想要生孩子，可是没有一个女人为一个不负责的男人生孩子，这个是义务，没有。然后女生这边我想说一点，平心而论，你可能真的是还没做好生孩子的准备，你害怕生了孩子耽误你的事业，身材走样，这是所有女人在生孩子之前都会出现的心理挣扎的过程。但是最重要的是，生孩子的前提就是看她的态度，她有没有做一些改变，实质性的改变，哪怕一点点，先把烟戒了，然后给她一个机会，这样的话你们的婚姻才能继续走下去，才是一起往下走的这样的一条路。否则如果你一直纠结于之前的事情，一直拿种种的问题当做不生孩子的借口的话，最后两个人会越走越远的。当然坚持自己的事业，我很支持你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沙老师。来，徐总，你们夫妻之间的问题仅仅就是要不要孩子生？